三星平板电脑在所有建筑工地都能完美运行，即使是在山上。在寒冷的天气，降雪和重泥。我们需要平板电脑主要用于移动报告和施工文档，这消除了所有的文书工作。新设备简化了内部沟通，如果出现问题，我可以立即致电支持并继续工作。随着平板电脑的推出，施工现场的负责人能够提供移动和数字工作场所。我们能够简化办公室的数据处理，从而提高团队的效率。此外，由于我们流程的数字化，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地确保性能控制。我们在选择设备时相对独立，但我们选择了三星平板电脑，因为它是我们所有建筑工地的理想设备。这些设备已在 Samsung Knox 注册，这使我们能够轻松集成到我们的移动性中，以充分发挥作用。良好的相机性能非常适合施工文档，我可以用手套和 Stylusome 操作它，电池寿命长，这非常好。